还记得最爱的焦恩俊男神版的宝莲灯吗？近期传出消息，确定要翻拍。我的天，简直是残忍！翻拍热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连童年经典好剧宝莲灯都要被翻拍了，简直是不忍直视。就说焦恩俊的二郎神二爷，又有谁能超越？反正小编是想不出来有哪一个演员可以诠释的比焦恩俊更好。除了焦恩俊的二郎神，曹骏的沉香，陈创的哮天犬，舒畅的小玉等等，一个个简直是小伙伴们心中的标配角色呀。虽然说现在的拍摄技术比之前好了不是一星半点，但是现在的演员阵容却不一定能赶得上之前的演员阵容。虽然说现在好剧本难求，影视剧剧荒，但是导演们不想着怎么去找寻新的好题材好剧本，却想打着翻拍的旗号挣一波。翻拍本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之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翻拍的难度是非常高的。如果再不好好处理翻拍的细节与演员，那真是将好剧毁得体无完肤。虽然现在广电已经确定宝莲灯被翻拍，但是哪些演员前来演绎其中的角色还不得而知。